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你知道吗，基隆市民政处近年来积极提升为民服务的品质与效率，更串联了地方的力量，让多元的服务更加全面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包山包海什么都管的民政处业务，以及他们的未来目标及方向，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民政处处长张元祥。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基隆市民政处处长张元祥。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政府民政处自治行政科科长陈志昌。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行政科科长陈志昌。陈科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原住民族行政科科长吴国华。主持人好，大家好，然后我是原住民族行政科科长吴国华。吴科好。要先带大家来看哦，市长谢国梁一上任就跟民众站在一起，连日新上任的区长就战斗的位置为民做好服务。画面现场是基隆市政府举办的全市里长新春联谊活动，市长谢国梁一一向里长们致意，恭贺新年快乐。议长童子伟、副议长杨秀玉与多位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那真的能够有这个机会服务，我认为是国梁的荣幸，所以我一定要很努力的把我的工作做好。那如何能够把我的工作做好，就是跟在座的里长啊能够配合的更顺利，所以我也交代民政处张处长哈，只要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多给里长更多办活动跟服务里民的空间，大家说好不好？好。但这个一定要市议会支持啦，那处长有你想办法啦，那未来我们会好好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区长，就是这个就战斗位置，好好的来服务这个我们所有的里长，然后透过在座的各位来服务所有的基隆市民。我们谢谢市长，还有这个元祥处长特别举办的这个全市里长的联谊参会，让我们各位里长有机会跟市政府直接来做互动。我想身为民意代表的代表，非常的感谢市政府用那么用心的办这样子的活动。我想我跟国梁市长都非常重视所有里长的意见跟声音，未来我想市政府的政策方向也会依照我们里长的心声，还有里长的一些想法来做一些推动。那我想我们身为民意代表，本来就应该监督市府，也辅助市府。我们共同的信念就是爱跟善良，希望市政府跟市议会都让我们基隆市可以更好。我想我们所有的处长、所有的里长跟所有的议员都一起来努力。这场新春联谊活动，民政处用心规划，展现亮点，特别邀请中华民国传统民俗文化协会及在学学生进行北管戏曲演奏，借由表演机会将传统技艺扎根邻里。另外也特别以弱势生障团体制作的饼干礼盒作为伴手礼，以实际行动支持弱势团体。那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这样的传统技艺呢，渐渐的失去了舞台。那失去舞台之后，就会导致这样的技艺会失传。那我们希望让这技艺能够永续，借由今天全市里长的这样的春酒，一来它有恢复到过去的这种年节的气氛，二来又让这些有技艺的，不管是匠师或者是正在学习的在学学生，都有这样的场合来表现给我们全市的里长看。借这机会，我要呼吁里长，除了本来有的活动之外，也多一样选择来维护我们地方的传统的戏曲这样的技艺，让他们能够在里内也来推广，也来表演。因为我们现在就都有到和那个景华会长啊，一起深入到校园做这个北管的生态富裕计划，对啊，然后在安中。还有和平，还有仁爱，还有几个学，四五个学校，都有成立社团呐，哎呀。市长谢国梁强调，市府团队会努力做好各项市政工作，也会与所有里长一起携手打拼，尽心尽力来为民服务。就是要尽心为民服务，接地气，所以民政处也推出了很多很便民的服务。我们先请元祥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民政处呢是在市政府的单位，那府内单位我们对针对很多民众的业务，比如我常常会说，从出生到当兵到结婚，到生孩子的这些登记的或者是相关工作都在民政处。
所以这些登记的工作，我们不但要便民，我们要先把自己的员工的环境做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之后，才可以照顾别人。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告诉我们所有民政处、民政系统的所有厅舍，要把我们的大门敞开，不但要大门敞开，还要让其他的出入口动线也能够保持通畅的这样动线。因为疫情期间，为了防疫的作为，让我们整个厅舍有了很多的障碍跟很多的阻隔。这在疫情现在已经整个都已经解封之后，应该迅速的全面要来盘点所有畅通的这个通道，以及我们的梯间，不管电梯、楼梯，这个楼梯间厅一定要灯光明亮。我们甚至希望在冬天的时候，能够在梯间能够架设所谓的感应式的这个灯哦，让大家能够走得安全，那也能省电。那这个是厅舍友善的部分呢。对员工友善，我们也从民政处自己做起来，就是我们希望推广我们员工在工作中午午间休息呢，能够有所谓运动的活动，在下班或者上班之前都鼓励大家多运动，运动对自己身体很好。那更进一步，我们配合基隆市政府的人事处，人事处为了跟北北基桃同步的这个上班时间呢，给予员工呢做所谓弹性上班，那也缩减了中午休息的时间。弹性上班从过去的8点半要弹性上班到可以到9点，也就是现在试行阶段，基隆市政府的员工现在是早上9点以前到达职位，然后下午呢就可以像5点或者甚至更早就可以来下班，因为他提早到或者是延后到，然后也可以上班到6点。这特别对于远道或者是家中有小孩的市府员工呢，做更贴心的这样弹性上班的时间。而中午是上班到12点半，然后只剩12点半到1点半是我们的上班时间。陆陆续续，我们为了搭配着北北基桃的工作时间，也会下到我们所附属的相关的机关比如说区公所或者户政事务所，也会同步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工作把它做好，这是相关友善的部分。是，真的很友善嘞，而且先从照顾自己员工开始，然后将来可以照顾到更多的人。那刚刚说到友善厅舍的部分，我们要请教陈科了。我们自从109年小年夜开始，那个 COVID-19 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严格管控我们所有的一些通道，包含我们本来是2扇门的，就是关一扇门，就是剩一个通道而已。那我们的电梯，我们是行政大楼，地下有停车场，那我们的停车场应该要再有个门让行人有通道，可是我们通道是关起来的，让所有人是从他的斜坡的入口处来进出，就是晚上之后，其实是非常不友善，可是是对防疫是非常必要的。包括我们的办公室的后门都是锁起来的，都不开放，就是一进一出一进一出。那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各个公共场合都必须喷酒精量额温。那现在因为现在疫情比较趋缓了，那要营造一些友善空间，那就成了我们处长讲的，就把一些相关的管控门禁全部解开了，那这个造成民众很大的一些善意，而且获得很多好评，因为洽公人很多，我们会造成他们非常不便，他们停在地下室，他们要上来一楼，万一电梯很难下，很慢下的时候，他们要透过斜坡才能上来，他们没办法立刻从楼梯间上来。那我们同仁的部分也是一样，他可以从前门后门互相的进出。那另外的部分就是中午的时间，虽然我们弹性上下班，有所谓的核心时间，就是中午到12点半才休息，1点半才上班，但是我们的大门都不会关着，我们是敞开的，只要民众一直进来有来洽公，我们同仁就会互相来招应。那诚如我们处长讲的，北北基桃其实除了基隆之外，其实中午都已经类似就是中午不打烊了，所以我们基隆也尝试这样一个做法是非常好的，之后可能推广到区公所的部分以上。哇，这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政处跟区公所携手，就是要为民做到最好的服务。那当然了，我们的弱势民族或者是我们比较特别的族群，民政处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在辅助。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吴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市政府提供了哪些友善对原住民族的服务。
好，大家好，那首先我特别来针对我们基隆市政府对于原住民长者照顾的部分，就是有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部分来进行说明。那我们在109年的3月份，在我们中正区的原住民文化会馆的5楼成立了第一处的文化健康站，来服务我们中正区周边的原住民的长者。那平时课程的部分，长者到了我们站里面呢，就先进行生理的量测，然后课程内容大概就是主要都是预防失能的课程、健康促进的课程。那最重要，我想我们文化健康站文化的功能不能少，所以我们有一些传统歌谣的课程，还有传统编织的课程，都会让我们的长者特别喜欢到我们文健站来上课这样子。那为了服务更多的原住民的长者，我们在111年的3月份也在七堵区成立了第二处的文化健康站，来服务我们七堵区周边的原住民的长者。那在都会区这边，原住民的文化健康站成立的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就是要找寻公有公共设施的空间是比较困难。那未来我们这边也会持续的努力，希望我们未来第三处的文化健康站能够迅速的来成立。好，谢谢。是，可以看到我们民政处对我们的原住民长者跟原住民族这一个区块照顾的非常多，而且有很多的政策新措施也在慢慢的在进行。那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看，就是我们的环境永续的部分。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国际扶轮3481地区第十区的扶轮社，他们到基隆来进行了净碳，而且还开了年会。国际扶轮3481地区第十分区的百福社、福友社、幸福社、天爱社等8个扶轮社，全体社员特别来到朝境公园净滩捡垃圾，进行环保教育参访，透过亲近基隆，更加爱上基隆之美。非常棒！我以前在基隆教了3年书，在重幼，都是上完课就回家，上课就回家，对基隆都不了解。这就是基隆之美呢，那个海边看。以后我会常来的。我们就是请八斗子这个观光促进协会来帮我们做这个所有的准备，然后导览。我觉得基隆一直在进步，哇，跟我们以前这个港口已经改变太多了。我是从小在基隆生长的啦，所以我觉得基隆这几年的改变很多，大家也都说很棒。基隆市长谢国梁、民政处长张渊祥与立委邱成远都应邀出席国际扶轮3481地区第十分区的联合例会活动，也感谢扶轮社发挥公益服务精神，关注环保与生态。就是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市民、每一个公民，都伸出自己的一双手，来替这个环境跟这个社会尽一份力量。所以为什么国梁小爱爸爸一直有提到希望打造有爱的城市，就是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出一点点力量，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很温暖。那这个就是我们最感谢大家今天过来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未来鼓励更多的这个社团，因为要倡导永续或者是环境保护，来基隆做更多的公益活动，顺便来基隆参访。那一方面参访，一方面海洋，因为海洋是很多永续及公益活动的主体的核心业务。那未来大家一起参与更多的永续，然后来基隆观光，这样也促进整个基隆的景气，也促进基隆的消费，我觉得是一举好几得。今天很开心哦，基隆市迎来了国际扶轮社3481地区市社联合月例会，来基隆从事净滩以及做联合月例会，包括演讲的工作。那国际扶轮社走到最国际的尖端，在基隆做这个海洋的净滩。海洋是台湾这个岛里面最国际的一个范畴，因为所有的大洋都连在一起。基隆市面临的第四天然气接收站要在基隆港的外海来新建，以填海造陆的方式。我相信透过今天的演讲，我们要表达基隆人希望台北、台湾各地的朋友一起跟着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让海洋永续，让下一代环境更好。好，我想这个非常感谢我们扶轮社哈，我们相关的这个社团组织到基隆来办这个净碳的活动。我们知道2050净零碳排是我们现在目前全世界的一个趋势，那如何在环境永续跟产业发展中取得平衡，我觉得这是至关重要。所以今天这个活动格外有意义，尤其基隆是一个海港城市，那也是
目前在我们谢国梁市长的主政之下，他希望打造成亚洲最有爱的城市。所以在这个我们有爱的城市跟环境永续以及产业发展中，我们可以透过今天的活动来达到三位一体的效果。市长谢国梁说，基隆拥有山海美景与美食小吃，他也鼓励更多的社团来到基隆参与公益，也借此促进基隆在地的观光与经济消费。真的可以促进基隆的观光与经济消费，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环境永续。那我们知道处长渊翔处长其实对推动这个 SDGs 非常的用心，而且常常就是身体力行。我们要请教渊翔处长。好，讲到 SDGs， 这是三个英文字拼凑起来，就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是永续发展目标。在国外大家会称作全球目标 Global Goals， 那就是全球地球人都应该要来推动让地球永续的工作，有十七项的工作，很多场合以及现在在学校里面都已经在如火如荼的来展开。那我身上带着这个徽章，刚刚看到的这个识别，全部都是 SDGs 十七项十七种颜色的代表。其实在台湾原住民族其实做了非常多的环境永续的工作，我特别用原住民阿美族的族语来感谢这些族人们，然后马布罗萨利嘎嘎新拉努嘎古阿莱吉索啊塞兹顿嘎古吉索。我讲的是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然后我的族语名字叫水，然后我们要一起努力让这个环境变更好啊，谢谢大家。原住民族到大自然里面去猎捕都会用自然的方式取之有道，特别所谓这个道是要多少拿多少，而且会在自然的环境里面把它消化掉。比如说像阿美族这个阿米什这个字其实是原住民族少数不用人来代表哦，当然阿米什就是海洋的意思，所以它是海洋的民族。那在海里面捕鱼之后，他会把鱼的骨头内脏在海里面就是海边就处理完，那留下来给鱼在当食物，那他做这样的循环。未来我们在永续发展方面，原住民族会帮助我们很多忙。我们把这样道理转换成一个专案，然后来教育包括原住民族跟所有的学生这样子永续发展的这样的道理。在民政处里面也是一样，在环境友善，刚刚讲把梯厅呢、楼梯间变亮，也是鼓励大家多走路。像我个人是六楼以下不坐电梯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楼梯间常常会跟我们同事来见面打招呼，鼓励他们多走路，也会随时携带保温杯，用手帕不用擦手指，尽量用无纸化的环境来做。这就是永续发展从个人做起。那现阶段市政府推了很多干净家园，所以干净家园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跟概念，又是减量。我们要让这个废弃物减量，所以怎么样是最好的减量，其实就是你不去使用一次性的物品，尤其像塑胶制品，减塑也是减量，减法工程也是减量。我们先把环境杂物先处理好，然后让那个地方保持干净，能够不使用的这种物品尽量不去使用它，自己可以携带能够多次使用的物品可以自己清洗，这是最夯最实心也是最好的做法。那在这个地方透过民政处，我们透过民政系统慢慢的来传达给所有包括基层的里里长区长到我们的市政府的所有朋友。在市长的就职典礼当中，我们也请市长这边配挂了这个 SDGs 的徽章，给全市157位里长、市政府的一级主管全部佩戴徽章。就是在佩戴徽章只是一个意义，可是会透过介绍这个徽章，让大家知道原来联合国永续发展方案 SDGs 是这十七项我们如何来做。那也会让局处首长之间会先内省自己能做什么，原本有在做的这些工作如何能够跟 SDGs 能够连接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基隆市政府最新的做法，就会成为全国的优先。我相信很多的地球人、专家学者、企业界都很看清楚、看得到基隆市政府的改变，是真的在改变呢。应该永续这一部分不只是环境，连教育文化也都是。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陈科哦，因为我知道在那个一些大型的活动场合，你们在文化永续推动方面也多有琢磨。好，我来补充一下哈，这个 SDG 永续发展，这个我要感谢处长，是他带给我这种概念，我是第一次接触到 SDG。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我们都会民政处会办里长春酒，那这个办就是不外乎就是吃饭摸彩，
那我们处长跟第一次跟处长报告的时候，我们要办这种活动，那我们处长就丢一个讯息给我，说我们要办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要办一点文化传承、永续文化。我说什么是永续文化？他说介绍一个中华民国的传统文化协会，就是杨景华理事长给我认识。那我就打电话给他，结果我能你能想象，他是要把北馆，他要把整个北馆的表演搬到里长春酒的场面，就是我们的餐厅里面，但是在碧海楼。那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因为我了解北馆，因为北馆在我小时候就是庙会，他们德义堂他们就会出来表演，那个叫北馆。那是以前北馆是基隆的重镇，都很多北馆，可是目前哈，那文化有点凋零。所以我接到这个任务，我其实也有点兴奋啊，也很高兴，有这种机会来邀请，就跟杨景华理事长来邀请，就大家可以看到画面，真的，他把一些唢呐、一些大钞、小钞、一些手鼓带到现场，而且更难得的，他不只是一些社会人士，他包含国中小学、大学生、一些学子都在参与表演。他竟然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些在开连锁药局的一个理事长，他扮演我们的那个财神爷，变成刘海戏金蝉来表演这个节目，来最后做个压轴。那另外在入口处迎宾的部分，我们不是简单放个音乐，是由北馆那边用一个丝竹乐，很多的一些扮演一个，比如说二胡啊，一些丝竹乐来表演来迎宾。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而且这个是对于文化传承、永续文化非常尽一线心力。而且最后让我 surprise 的是，我们突然又丢一个说伴手礼，我们就不比照以前的摸彩，自证身障人士制作的爱心饼干。这是这个一些流程下，我觉得在我们处长身上学到非常多了。可是我也非常高兴能为基隆的一些文化来尽一份心力，是真的是尽心力。那当然呢，我们的不同族群也要保存他们的文化。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吴科，在原住民族的部分。哦，这部分原则上我们就是持续来推动我们原住民的社会福利工作，然后来提升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服务这部分，那最终其他的部分就是减少一些不平等的那个情况。那再来就是我们性别平等的部分，我们也会特别重视。像我们这一次的原住民的委员特别重视那个妇女的名额。以上是，所以可以看到就是维护的这个原住民族的一些文化传统以及他们应有的权益特征，我们在民政处方面都尽力在进行。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民主全球论坛共同发起了考夫曼拜会市长谢国良，双方是直接就民主以及公投的议题来进行交流，希望能够透过重新架构内容的方向来思考，让全民都有机会参与。So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Keelong to join this organization? Yes, I will send you. I already preparing. 担任过新闻记者的民主全球论坛共同发起人考夫曼，对于国际上的公投非常感兴趣。这一次特别来拜会基隆市长谢国良、民政处长张渊祥和纵发处长林立禅也一同参与交流。谢国良市长也以去年的地方公投四阶公投案被中央驳回为议题，和来访的考夫曼互相交换意见，并感谢他提供国际经验的建议，未来可以透过修正及重新架构内容的方向，落实让市民可以表达对地方议题的心声。我们非常感谢 Mr. Kaufman， 因为他们的国际组织拥有很多国家协助过很多国家这些公投的经验，那我们就分享了最近我们的世界公投所碰到的困难。那他也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可以透过重新架构文字跟一些我们的法条，去允许民众还是可以拥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因为最后我们不管是什么文字嘛，我们还是希望基隆的民众能够针对基隆的环境跟能源的平衡来表达一个这样的意见。那另外基隆未来也将
加入这个 Swiss Democracy Foundation 这个瑞士发起的这个国际公投组织。那我觉得这个也对未来的不管是台湾的公投也好啦，基隆在地的地方性的公投也好，我想这个也算是迈出了一步。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提议让基隆未来有更多的这个 Direct Democracy， 就是这个公投能够在基隆能够民众站出来投票，对于地方的议题，不是只有地方的政治人物，对地方的议题来表达他们的心声。对，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民众不知道，就是地方的世界公投虽然联署成功，但却被中央政府驳回，理由是这个不属于地方自治事项。但我认为一个能源跟环境的平衡，最起码基隆市民绝对是有能力而且有资格表达意见的，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会去思考如何解套，让民众还是能够针对世界有表达意见的权利。针对了这个世界公投的未来的一个走向，因为赖委员非常关心，我也跟他报告基隆市府认为说有很多地方自治事项是应当可以给基隆市民公投，也是属于我们地方自治的一个权利的一部分，我也特别就这个部分来跟他说明。那这个也希望未来我们跟赖委员的办公室能够就地方的发展基隆捷运还有世界公投能够有更多的交流跟讨论，希望双方能够更多一份的合作。谢市长在这个入主基隆市府之后，那最先迎向的就是尊重民意，那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他的这个高度我是高度的支持的。当然是今天也就叫了谢市长之后，我也会继续的支持我们能够让公投在这个基隆能够落实，还权于民，然后也让民意展现出来。毕竟这个地方的自治事项不是只有中央说了算，因为照法规上面来讲，我们基隆市民当然有权利为我们的家园还有我们的海岸环境做出我们的这个公投的决定，不是内政部一纸公文就要否决。真的也可以看到市府为了要守护我们的海洋环境，其实做了很多事。他们针对台电协和电厂在基隆市的海岸以及海域填海造地，承诺要协助公民民意推动的议题。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渊祥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进行的状况。基隆市即将在历史以来做了首次第一次的公民投票，就说称为地方性的公投。目前公投领衔人王醒之先生暂时命名这次的公投叫做护海公投，保护海洋的公民投票的这样一个举动。我们预计会在今年度的8月26号八月份的周六来举行投票。基隆市政府民政处是这个选举投票也是包括选举事务委员会的工作都是我们要来协助的工作。那我本人也兼任了基隆市选举委员会的总干事的这样的职务，所以在这边必须要一个是感佩这些王醒之诚如刚刚赖香伶立委所说的，基隆的事是基隆市民都要关注的事情，基隆市民关注的事情应该由基隆市民要来决定，这所谓的公民权利。而公民权利不只是过往大家只记得的只在做的这个选举罢免这样的工作，创制复决也是权利，而创制复决工作也曾经在台湾举办过，大家在不久之前宪法的这个复决权大家也行使了。中华民国的这个民主的进展在对于欧美国家来讲我们还是婴幼儿，可是是不断在学习，从爬着走着到能够用跑的阶段，而且是非常顺畅的来进行。那这当中当然有一些概念上的缺乏，我们基隆市政府民政署采取的是这个行政中立，然后依法行政，但是依法行政是让公民的权利能够发挥出来，这有很多的相对的好处。什么样好处呢？也就是每一位公民每一位市民朋友都关心自己的家乡事，而这个家乡只会带着就是公民朋友会带着我们家乡来监督我们市政府，来帮助我们市政府，来推动市政府相关的政策，而公民投票就是这样一个法定的一个程序。那这次投票是相对于比较
怎么讲，就是市政府比较能够注重的是请大家踊跃的要出来来投票，也是所谓关心这样的事情，大家要出来表达您的心声，那透过公民投票的举行。那这个公民投票在很多场合，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还不清楚的话，除了来民政处透过我们的脸书粉专或者透过我们的电话询问，来告知您这次公民投票是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决定，我们都非常乐意。各区公所、各里长跟邻长，我们也会透过选举事务委员会以及民政处来宣导，请大家踊跃投票。现在目前的进度，也借着机会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目前是公民投票正进行的是到民政处来做所谓补正这个相关的这个主文以及资料。那这个补正最主要是我们要请领衔人王醒之以及他们团队能够针对地方自治的项目提出补正的主文。现在补正主文也已经进到民政处，民政处会再跟市府的横向的机关，包括综合发展处的法制单位以及我们市政府的这些长官核稿等等，一起来合作，能够尽快的让公民投票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要联署12000多位市民的联署，能够赶紧来进行。最后要至少在5月27号以前送进到基隆市选举事务委员会，然后让选举事务委员会做90天的公告。这个公告就回到刚刚我一开始讲的，希望民众都知道这次投票的作为以及目的内容，而让民众踊跃出来投票，也让行政机关投开票事务所的相关人员能够做准备跟场地准备的工作。那以上是基隆有史以来也是写下历史的第一次地方性的公投的介绍。是，哎，真的很用心，哎，就可以让大家全民可以展现自己的意识，不管你是赞成或是不赞成，你可以就针对这个议题好好的思考我们自己居住的环境，自己的未来究竟想要什么。那当然我们的行政团队，我们的民政处也很用心哦，缜密的规划，积极的进行，而且还跨部门的再进行整合。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陈科，再跟我们说详细点。是，那有关那个基隆护海公投的部分，他自从6月7号王醒之提出这个护海公投之后，那我们在2011年的12月16号接到内政部函文跟我们说，这个是不属于自治事项，那要我们驳回。那因为这四涉我们基隆市地方的重大政策，还有全民参与，还有自治事项，所以我们在基隆市政府这一方面也是严阵以待，所以我们很多程序都要完备，为了避免造成民众的权益损失，所以我们有邀请了环保局、产发处、还有交通处、还有都发处，针对环保、交通还有国土计划之类的做一个研商。那之后因为我们这个是公法的一个争议，因为中央认为我们这个是应该驳回，可是我们站在地方自治的高权上面，觉得这是基隆市民应该自己来参与的一个自治事项公投，所以我们又请益了我们董宝存的政大教授，还有台北大学的陈春生教授，还有民传大学的林依仁教授，他们组成一个研究团队，针对这个公法的争议来凝聚我们的相关的意见。所以我们针对从法理程序补正，还有相关一些的程序细节，我们都一一罗列之后，我们就经过市长核准，我们就函复给王醒之的团队。那他们接到我们的公文之后，他们今天3月10号他们已经有来公文了，要补正公文。那我们后续就从我们处长讲了，我们后续来进行我们相关的程序。哇，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真正发挥自己内心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意见。那当然呢，我们刚刚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i-voting， 我们要请教张元祥处长。除了刚刚以上介绍的公民投票这个在中央跟地方有自治条例来规范我们依法行政、行政中立的原则来做这样的事情以外，基隆市政府民政处也在市长的授意以及鼓励之下，我们四处的去
取经，然后去学习，准备在基隆市来推出iVoting， 也就是线上的投票。这个 iVoting， 是英文翻成线上投票，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什么样的里程碑呢？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一个里程碑。透过行政院、国发院、国发会的这公民参与系统，我们连接上之后，基隆市市民即将会在四月，在四月中旬的时间会来我们有未来在基隆市政府网站的首页上会看到 iVoting 的相关的这样的功能。我们会请市民针对你所关心身边的这个公共事务，不管从环境、经济或者是学习的各种面向的角度，你能够提出岸别的名称。举例来讲，如果以刚刚的这个护海公投，它可能就是我们反对这个填海造地来基隆做建设，以这样的这个相关的名称，只要在线上针对这个议题投票超过1500位的市民朋友，或者1500位线上的朋友，我们会从宽的来认定，因为有1500位就是非常多的民众关心议题，我们就让它成案。不管是地方的案件或者中央的权属，我们都会透过 iVoting 系统分别到各个主管机关来做研议、做回复、做相关的会议的这个进行，来研讨如何针对这个提案来做进行。这样的 iVoting 我相信也是基隆市民期盼已久的，因为在其他的县市北北基桃早已经来实施。未来透过 iVoting， 我相信基隆市的市民朋友会感觉到市政府是非常开放的态度，把民众的权利看得非常的这个重大，也非常的认真，能够为民众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成为提案，然后来鼓吹更多的市民朋友来支持相关良善的，然后对市政有帮助的案件，然后在行政机关也能让我们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可以充分公开、公平、公正地感受到市民朋友的需求。那以上是公民参与，除了公民投票以外，这个 iVoting 线上的投票系统也即将由民政处跟我们市政府横向的综合发展处资讯管理科来合作，来达成小爱爸爸创造有爱城市的这样一个目标。哎，真的是有爱城市，没想到四月份即将要上线的就是 iVoting， 只要你对任何的公共事务，你周遭的有兴趣的，你就把它写下来，达到1500人就会成案，就会立案。那我们就看到民政处真的很用心在进行这一件事情，让民众的心声可以真实落实的被听见。那当然除了这个四月份要推动这个 iVoting 线上投票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原住民族运动会是不是也要开始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吴科。好，那全国的原住民运动会大概是2年举办一次，那今年的原住民运动会会在台北市在3月24号开幕来举办今年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那所以因为台北市距离我们基隆市相当的近，我们基隆市也会组队来参加各项的赛事活动。那谢国良市长上任以后非常重视我们三级棒球的推展，所以今年度呢特别针对我们原住民的棒球队来努力使我们原住民棒球能够持续来推动，所以上周六我们男子组的原住民棒球队第一次的训练，市长还特别到大文棒球场来鼓励我们球员，期望我们球员今年能够打出好成绩。那其他的赛事，像其实我们基隆市呢，传统拔河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已经2连霸了哈，期望我们今年的传统拔河项目能够3连冠这样子。那其他的像传统射箭、槌球活动、篮球活动等等哈，也都有不俗的成绩哈。在这边也先预祝我们基隆市我们原住民的族人在接下来的那个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赛事能够获得不俗的成绩。哇，所以我们要先恭喜一下3月底，对不对？3月20几号，哇，就是全台湾的原住民族运动会，希望我们有一个拔河传统2连霸，今年要迈向3连霸，希望可以
获冠帮基隆争光哦。那说到这个，还有运动之外，我们要带大家看到就是安全，要带大家来看就是安全通学道的要求及想法，也是有不少民众提出哦。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张元祥张处长。大家会很纳闷这个学校的校园。这个通学的安全，包括通学道以及这个家长接送区，为什么会在民政处？其实这是市长非常强调跨局处的合作。民政处下辖七个区的区公所，我们透过市长推动的友善行人的这样的大的政策，不但在市中心仁爱区以及信义区来做相关重要路口的推动，感谢远警我们警察同仁朋友们很辛苦的刮风下雨晒太阳。在路口做宣导以及做相关的管制，而在区公所我们也相对于由民政处来策动友善行人的相关政策，我们请各区公所能够先从各区来提报一所学校，透过学校校园外，因为学校在校园内的环境他们顾得很好，但是在校园外可能有时候就力有未逮，然后我们透过区公所区长来观察或者询问我们学校校方在校园外的通学道，就小孩子上下课走的地方，以及家长的接送的地方是否完善？我们希望能够让区里面的市民朋友呢，能够得到这个相对应的友善行人的这个利多这样的福利、这样的安全跟相关的环境。那目前举例来讲，我们在七堵区有一个东兴街，我都称它是。6岁到18岁的学区，因为它有长兴国小附设幼稚园、明德国中、基隆商工，而这条路上面这么多的孩子学童，刚好就在七堵火车站的后站，所以摩托车非常多。我们并不是要为了孩童而赶走摩托车，而是已经新设好很多在光明路上就是前站的大型停车场，每个大型停车场都有数以百计的。摩托车停车格位，另外七堵火车站里面也有，所以我们希望在校园周遭先让摩托车的停车先退掉，甚至会把摩托车的停车格改变成为所谓家长的接送区，然后平常的时候他可以停车，但是在上下课时间就成为家长的接送区，禁止停车，让孩童能够安全的走上他上课跟放学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不管是教育处或者是民政处各区公所，应该搭配行人友善政策，首先来照顾我们的孩童跟学校的安全，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来策动区公所来逐一的来帮助校园、帮助孩童，也是帮助我们市民朋友。是真的，就是建立这个友善之都、友善之城。那当然走访各区里，我相信三位都有听到很多民众的建议，我们先请教我们的陈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走访基层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不少学校，有哪几个区的学校有特别来跟你分享呢？我是辖区中正区啦，那原则上大家可以发现最近啊，各区的学校的一个重要的道路出口的话，绿色的人行道，其实那个友善行的那个通道，那他可能就是他为了有些东西，学校他可能不是在马路边，他通学不在马路边，像我在辖区八鲁国小，因为他是临近滨海公路，他那个线道就是两线道，再加上62快速道路，所以他车流量很大，他有一个十字路口，所以他车流量很大的时候，所以针对各区举报一所学校的时候，就针对八鲁国小做一个那个绿色的友善行人的通道。我想各区都有这样的一些安排跟建议。那各区学校建议的不外乎就是一些车辆，就是不礼让行人、不礼让学童。那可以看得到，最近我们的那个远景的协助，跟我们市长的一些宣导，我们的一些连我自己开车都会经过人行道，就会故意，所以特意来停下来等待行人通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对行人一个友善制度一个营造的环境。对，就是要对行人友善。那我相信在吴科这边其实有碰到不少案例，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有关这个友善城市的部分呢，我们原民科当然也是持续在推动了。那原住民的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我们
在原民科底下有设立原家中心的部分哦，主要都会有三位社工师来进行一些相关的福利宣导工作，还有就是需要协助帮忙一些比较贫穷弱势的家庭的时候哦，我们社工师三位社工师都会来进行协助这部分哈。那未来我们友善的城市的部分，我们也会请我们三位社工师来持续的来宣导哦，让我们族人朋友知道说，其实我们未来要推动有爱的城市的部分，会让族人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让有爱的那个的讯息让所有的族人都知道啊。是真的，就是要让这些讯息让大家都知道。那我们知道啊，处长刚现任，从议员的角色转换到处长，那一定有非常多的想法要来执行。那我们要请教处长，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想要积极推动的政策或是愿景呢？回到刚刚一开始跟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提到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以人为本，那以身边的人先开始去设想，当然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别人。所以在民政处冤想一上来之后呢，我们积极的跟同仁来鼓励同仁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所以我们也从上个星期开始，在每周二的也就是今天的5间开设的全级有氧班大概以民政处里面应该有将近20位的同仁呢，共同来上这个课程，未来也会陆续的展开其他课程，希望大家注重健康。那我们也把民政处的处长室的这个淋浴空间呢，提供出来给我们的同仁，未来就进来运动，不管他早上上班之前运动来上班，中午休息之间，他都可以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淋浴空间。那本身在区公所，我们是在中正区行政大楼里面，也会有这个相关的空间，因为做灾害应变，所以会有这个值班的这个淋浴的空间，也可以请我们的同仁来使用。第二点，我是特别强调，其实从过去担任市议员期间，我就自己非常的告诫自己，所有的同仁。这个议员服务处里面的专职的秘书，或者是现在市政府里面的我们民政处的同仁，大家都有自己要休息，以及陪家人，以及要进修对自己好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的强调自己，就是在下班之后以及假日，我不使用这个通讯软体或者电话来打扰我的同仁，那让他们能够。知道也渐渐的在这几个月来才习惯，这位新的处长他非常严守这个上班，这个劳工相关的规定。那再来还有一点呢，我们是希望，在民政处里面刚刚讲的友善环境以外，我们要友善市民的态度，也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办公的场合里面，我们认为我们的同仁不是为长官服务，而是为市民朋友服务，市民朋友的需求才是我们同仁。认真工作的目的所在，认真的、友善的善待我们市民朋友需求，这个是非常根本也非常基本必须做到的事情。以上三点，我们也在民政处的这个自己官方的这脸书粉专上也做这样的透露。那接下来我们会在无纸化、不使用纸张的这样的这种条件呢，能够尽量的来。让民政处以及基隆市政府横向的合作，能够在让基隆市的电子公文以及办公的环境，以及使用纸张的这样的直接的这个减少。那特别像最近就快接近清明节扫墓，我们去检讨，从自己开始检讨，像殡葬管理所有相关清明节的祭拜动作，我们减量。减少纸钱的这个焚烧，自己先做到，才可以带动市民朋友也一起来跟着做。是政府就有起这样领头羊的这样角色，所以我觉得，能够有机会来到民政处，如同我们市长以及副市长所提示的，他们从自己的长辈当中学到，人在公门要好修行，在公部门里面做的各项的事情，要为市民着想，为我们的环境永续。来努力，也为我们更多的弱势族群来创造更有爱的城市。这是民政处，在新政府的底下，能够带动民政处所有上上下下的同事们一起来努力的地方。
是，哎，这样听得很感动，就是要跟着我们的市长谢国梁来一起打造有爱的城市，所以就从自己本身来做起，然后渐渐的推广几人。那当然了，我们知道新上任之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正能量，就是我们的参与式预算，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袁翔处长。好，其实基隆市曾经办理过参与式预算，是在我们上一届第十九届的市议会市议员陈威仲利用他的建议款的这个金额，在安乐区推出了几次的参与式预算。参与式预算已经在台湾很多的县市有很多的案例产生。预算的金额大跟小不是一个相对重要，相对重要是回到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公民参与。我们透过预算给民众来做讨论，不管设定目标或者是过程，就是所谓这个预算要使用的过程，由民众来做这个参与，这样会达到第一个是做到民众想要的东西啊，这个是目标取向。第二个是我们能够透过民众的参与达到公民的意识，包括会议的进行、会议规范，而不会不懂得怎么开会，然后开会的结果也不尽人意，那这个也就是手段，能够让公民意识提升，公民的这个素养也提升。那最终还是希望透过参与式这样的过程来处理预算，得到的结果是民众自己想要，他还会来考虑到后续的维护。所以我们陆续也会透过民政处在参与式预算上，我们目前的概念会放在首要是在公园这样的公共环境里面来做参与式预算。未来我们公园会有公园的志工来维护我们的公园，简单的修剪树枝啊、垃圾的清理啊、环境的维护、器材的保养等等，甚至在公园里面来创造公园志工，来带动来公园的人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带大家在公园里面玩游戏，带小朋友玩游戏，带大家在公园里面能够来代操，就是运动、韵律舞等等的，是这些参与式预算所参与的当地的朋友主动去发掘，主动想要投身投入来帮助这个公园活化永续化，然后得到他们自己心目中想要的这样公园。那这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会搭配所谓刚刚提到的 iVoting 以及公园志工的受训教育，以及最重要的我们即将要来学习台北以及台中市成立公民参与委员会，透过公民参与委员会设立第三方可被信用被信任的专家学者公民朋友来教育，来判断这件参与式预算或者公民参与的相关的提案相关的事务是否值得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下去由我们包括民政系统的区公所李林长，以及我们也很期待基隆市议会的议员们也能够一起来支持这样的行动，让更多具有公民意识的市民能够透过这样行动提高自己的公民素养，未来对基隆市会有非常正向以及非常可观的这种关注的人的力量，以及关注的这种知识跟专注的这种爱心能够投入进去。那以上是我们对参与式预算现在在研拟在揣摩，也要让更多的局处室、更多的民众、更多的各个地方的这种市民朋友能够逐渐的了解之后，陆续的能够来推出。哇，这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政处真的很接地气，就是要让民众真的可以发展出自己的声音，不管是参与式预算还是即将要进行的 iVoting 的这个线上投票，都可以看到民政处的用心与创新哦。那剩下最后三分钟，我们要请教三位哦，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是想要跟民众宣导的，我们先从张处长开始。好，谢谢我们所有观众的话，大家很关注我们基隆市政府，尤其在新任市府。那民政处即将也在陆陆续续推出跨局处室的合作。刚刚吴国华科导提到的这个三级棒球，我们会历史以来首次推出原住民族专属的棒球队，第一次参与全两年一次的全民就是原住民的全国运动会。那未来也会再加强，让其他族群也可以进来，我们会来打全运会。
的棒球，可是基隆是非常厉害的城棒队，请大家密切的关注。那基隆市政府民政处也会带动大家跟国际交流，疫情已经过去了，姐妹市交流促进这个委员会呢，会在我们民政处的帮忙之下，透过政府跟民间的合作，跟更多海外跟我们友好的城市来学习、来交流。今年预计在六月份会暌违三年的宫古岛台流杯的帆船赛，由宫古岛主办，是我们第一个日本姐妹市。在十月份，我们会跟缔盟五周年的八代市熊本县的八代市也会有众多的市民的交流，敬请大家从地方事到国际事务，从友爱到关心我们自己的家乡事，一起来努力。对，真的好棒哦，好多活动哦，大家期拭目以待哦，好好期待。好，就成我们刚才处长有讲的，我们 iPhone 跟那个我们参与式预算，那为了慎重，其实我们在春节期间，就元宵节之间之前，我们就由处长带领我们去台北市政府去拜访他们民政局陈永德的局长，我们针对参与式预算跟 iPhone 做个了解。那我们现在也针对参与预算，我们要来订立一个参与公参会的要点，那持续来推动。那再来就是我们三月底一样要去成都，创讲的现在姐妹市业务也移回我们民政处了，那相信在我们处长跟市长的一些规划，我们的一些国际地盟的事宜交流会越来越蓬勃。是与国际接轨这件事情，哇，我可以看到民政处的用心。好，我们要请吴科。好，针对我们原住民，特别针对原住民福利的部分，像我刚才一开始有介绍的文化健康站，我们基隆市目前有两处，那原住民学童课后辅导班目前有两个班次，那原家中心一到五也都会为各位族人有需要的族人来服务，我想福利在这边也希望说族人有需要就打电话到我们原民科来询问。另外五月一号开始到六月三十号是今年度的就是扶助经济弱势原住民的建构修缮的补助会在五月一号开始，那有需要的族人朋友备妥资料之后再到区公所来申请，我们那个申请的时间是从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打电话到我们原住民族行政科来询问。好，谢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及两位科长，带大家来看见市民的声音可以被听见，可以更照顾更多族群的需求，发挥更多的社会效益。那我相信基隆会跟世界共生共享更好。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